班千六大熱是十四啊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慢咗就包裝才子嚟家鄉後邊嘅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美麗日之心多多，咁啊內欄仲有關鍵時機傲風雲響第四啊，出邊紅帽紅眼就第五位蟲草之星，第六位吉金寶啊，再中檔嘅位置咁啊橙衫咧，咁啊大約響呢個第七位咧，仲有天外天啦，外邊啊機智神驅啦，咁啊不過俾人頂咗三搭啊冇慢閘噶，再跟住後邊嘅馬白衫粉紅帽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全才啦，後邊五隻馬包裝才子尾四黃藍斜間三嗰只就標誌王者啊，咁啊後邊三匹馬，咁啊有呢只咧，咁啊就係有內欄位置嘅馬老窩之光啦，中間係尖子啦，喺外邊咧就首飾大帝啊。好啦，過呢個八百米段處，前面美麗日之啊放啦，跟住第二位有蟲草之星啊，內欄第三關鍵時機，咁啊第四位心多多啦，再喺後邊嘅馬第五位嘅馬有機智神驅啊，喺內欄咧就吉金寶啦，喺外邊咧紅帽藍衫咧仲有傲風雲啦，再後邊天外天唔要入邊啦，慢慢移咗出去橙衫嗰匹啦。再跟住後面的馬仲有包裝才子啦，同埋響曬外邊嘅馬有全才啊，同埋標誌王者嗰啲馬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咁啊美麗日子啊仲係佔先嘅。咁啊見到中間位置上嚟嘅馬有蟲草之星、機智神驅，亦都外邊追緊。咁啊響機智神驅外邊嘅馬咧，仲見到有天外天，出邊包裝才子，最出仲有標誌王者。兜到嚟最後二百米都蟲草之星中檔，埋邊係美麗日子啊！再內欄位置仲有關鍵時機，最出包裝才子馬林中間吉金寶接近終點。蟲草之星贏啊！跑第二名咧就美麗日子，咁啊第三名內欄關鍵時機同埋出邊嘅包裝才子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結果孭住133磅嘅蟲草之星都能夠喺呢度贏馬，只跑第二名嘅馬咧，咁啊八號美麗日子仲係佔先噶，外邊追上嚟嘅馬咧就嗰只包裝才子，內欄仲有隻紅衫紅帽關鍵時機啊！蟲草之星隔一場上嚟1600又翻嚟啦～咁啊，翻到嚟贏馬，何澤耀跑第二名美麗日子，第三啊，睇下入邊啦。前到你唔信啊，跟住係三四位喎。